已知平面上四点 ABCD， 若 AB 线段垂直 CD 线段，是求 K 的值。好，因为 AB 线段垂直 CD 线段，我们可以知道 MAB 乘以 MCD 会等于负一。我们分别求 MAB 的话是2加5负1减3乘以负2减2负3减 K 减1等于负1。整理一下，7分之负4乘以负4分之负4减 K 等于负1。好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负4减 K 等于负7， K 等于3。